第七代唐尧圣帝，帝尧为库次子，国号唐。观天象，受名时便礼农作，让位于舜，始传新法。第八代虞舜圣帝，帝舜为皇帝八代孙，姓尧氏，父姓至孝，受尧传授新法，禅让帝位，国号禹，是有专官，政教更为修明，让位于禹。第九代夏禹圣王，帝禹姓四氐，治水有功，受舜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新法接续道统。从此之后，君子成为世袭，传十四世十七主与439年。至桀暴虐无道，天命丧失，为汤所灭。